来看台湾去妈祖的交通船大马之星，今仔透早四点外要到妈祖的时，煞熊熊驶袂行，伫大海浮沉。交通部紧派拖船去救援，加在船顶389个人拢平安。那船各样的原因，等来调查。来往台湾跟妈祖的交通船大马之星，都安尼漂流伫妈祖外海，只会当用拖的方式，将六个船慢慢啊拖登来港区。这件意外发生伫前沙透早四点半左右，原本载389名旅客的大马之星，为家人驶到妈祖，想要到技术，因为船顶供电系统无正常，造成主机无法度运转，失去动力。昨天晚上从基隆开到妈祖的时候，距离那个马祖大概还有20几海里的时候，他那个发电机故障了。交通部航港局表示，已经紧急成立应变小组，协调连江管府调派停靠北港白沙港的东岸一号前往救援，同时安排原本有计前往东引旅客免费坐南北之星进行疏分，好加在下昼2点左右，台马之星已经顺利停靠南港和澳港码头，人甲船拢平安。这艘船的话，原则上它要修好了以后，我们航港局的人会派人到船上去做检查，检查没有问题以后，他才会同意他再开航。连江管府表示，旅客靠港了后，发好每一个人600块慰问红包加餐点。各督促船方妥善做好旅客安置慰问事宜。那港务局强调，已经要求协调厂商安排电机所在备料零件，伫青沙社飞行器前往马祖进行检修，为着确保船只航行安全，这只船无经过检查合格进行未当航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